天皇大家好，我是陈乐龙，今天皇是歌坛不知道该称呼他是新人呢还是旧人的林正。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正。林正好，龙哥好。这是你的首张个人专辑，对不对？对。但是你出过一张，两张合集。两张合集了。对，过去是以四个朋友的身份到这边跟龙哥你聊天。然后四个朋友之前其实是风筝，风筝对不 对？一张卖得很好的全国的，高中毕业歌，对，然后、的合集，蛮多，那时候是得到蛮多回响跟鼓励，应该是来自全台湾的很多学校嘛，对不对？对，所以才有四个朋友这个组合的诞生。对，然后结果没想到越到后面人越来越少了，只剩一个人来这边。对，对，这就是也代表说你的实力被公司肯定了嘛？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像过去大家可能认识我是因为四个朋友嘛，然后。大家自从知道我要做个人作品的时候，就开始问说：“四个朋友怎么了？男星是不是不从新加坡回来了？或者是你们是不是不做音乐？”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说明说，这其实是公司给我一个机会，因为四个朋友其实大家里面四个人各自有各自很喜欢的音乐类型。其实对，其实不宜勉强凑在一起，就对。没有，其实就等于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表达的音乐，然后这个机会就是我先出来，可能跟大家分享我林正喜欢做什么样的音乐。那接下来大家也有机会就是看到玉林、蓝心、嘉明他们的作品这样。所以他们也会出专辑？他们有还是要看你卖的好不好？这个我觉得他们都一定有机会啦。是是是，对的，因为像我这张作品里面有很多首歌都是跟嘉明一起共同创作的，所以其实他们每个人都一直都有在作品的产生，只是想做专辑、做单曲、做 EP， 我觉得都是看他们当下的想要怎么考虑。对啊，林正是去年毕业了，对，2016年。去年刚从政大应用数学系毕业，来跟大家讲，因为这次你的专辑就叫数学家，没错，所以当然是要解释一下你的应数系到底在做什么，以及你真的喜欢吗？应用数学系大家听起来就是一个好像不太好靠近的感觉，因为应该是数学本身就不好靠近。对，因为事实上就是真的也是蛮念起来蛮辛苦的，因为我记得之前有读过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系上那个平均毕业年限是4.8年，就是代表说正常大概大学念4年嘛，所以4.8年的意思就有点像是可能有一些人会因为某些科目对延毕，那事实上我们也是有蛮多课都是可能教授觉得你实力没到的话就不会放你过，当可能超过一半的人。那纯数学系会不会更多？可能平均5.8年。对，因为我们的系是在政大，所以他会教应用数学系。我想有一部分的可能是因为政大有很多金融、经济或者是商管的，对。然后我们系上有很多学生其实都会去念像是经济学、会计学，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算是我们在政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比较以后有机会好像就业市场会稍微好一点。对，因为像我现在很多同学就开始在就是不管是考精算师的证照或者是他们在企业实习，其实都蛮多的。好，所以到底念数学系数学人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我们说是个性或者是心智状态吗？我觉得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就是刚好那个年龄在高中准备考大学，应该会对数学系有好奇的话，我觉得可以这样介绍，就是我们在高中以前学的数学比较偏向我们要把等号的右手边那个答案算出来。对对，就是可能加多少乘多少成为那个答案。可是在大学的数学系，我们反而去追求的是那个等号为什么会成立 ？OK， 要去自证它。对，我们要证明说左边这个东西可能等于某个东西，右边这个东西等于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他们两个是相通的，最后这个东西是相同的。那变成说，因为我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去念数学系之前，都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很会算数字，然后就想要去念数学系。可能念数学系之后会发现说，其实数学系在教的很大部分是要靠逻辑来证明，所以很抽象的。对，所以其实，在数学系要生存下来，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的逻辑去充实好。所以如果对逻辑特别有兴趣，或者就是真的很喜欢，就是一直在那边写，因为
发现念数学系很多时候都不是在写数字，都是在写英文的句子啊，或者是在说因为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可以等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相同，所以大家如果对数学系有兴趣的话，可以朝这个方面去研究一下。了解，所以你没有后悔，就说它也还算是一个你可胜任，然后也还真的有兴趣过的一门学科。虽然我不知道，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哎，我对数学，我觉得数学系的东西还蛮好玩的，大家会不会相信？可是。其实就是要有那种头脑的人才行啊。应该说是在那个过程中，看有没有办法去发现一些自己可以达到成就感的。就像刚提到，可能很多证明题，所以我们的成就感可能就是建立在说，他可能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去找到怎么证明这个问题的理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完成了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是，然后。也许同学就会来问你说你怎么办到，然后就可以开始跟大家分享自己。可是那些会不会是其实数学的史上已经都有过的案例？对，其实我们对等于我们现在在学的，从教科书里面都是大家已经证明过的嘛。那还是有很多历史上还没证明的哦，还有很多那些疑难杂症。对，但是我觉得那些也不是可能在我这个年纪，或者在我因为大学可能数学系也只是一个大门而已，之后还有硕士、博士跟博士后研究，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深的。虽然我现在可能也还只是刚入门，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对数字跟对这些逻辑的东西很有兴趣的话，数学系也许是大家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好，所以你身边有数学天才吗？有，你觉得有真的天才？有，就是真的很适合，就是他一直看着英文原文书，然后一直写着数学算式，他都不会跟你有一丝的不开心的那种。对，好，那可是这一些这么严谨的思维的模式，对，其实跟感性的艺术、音乐有的时候是蛮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是你觉得你越研究，你觉得有东西相通？基本上，你会从数学里听到音乐吗？其实有很多人这样说。我记得我在就像在做这张专辑《数学家》的时候，其实自己是有蛮冲突的感觉，因为尤其数学这个极度理性的词跟音乐其实它是蛮感性的，就是很主观的，其实它是一件感觉像相互对立的存在。可是其实像我觉得它是可以被就是被包容在一起的，因为像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平行宇宙》，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是我跟嘉明一起创作的。那因为平行宇宙，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概念的话，其实它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延伸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对时空的想象。是。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其实有人用这个写过歌了，对，但大家都好像只是取一个比较很简单的概念。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有一部分受到我数学系的影响，就是说。在里面，因为我写到了相对论，那可能我在过去写题目、数学题目的时候，就论证上面会觉得说，我不能说，因为今天天气阴天，所以我就要吃蛋糕之类的。我会希望这两者是逻辑有关系的，那所以我就跑去维基百科查狭义相对论，然后查很多就是什么兄弟悖论啊，然后一些定理，就是我希望我在歌词上面。并没有说会有被人家说，哎、欸，这跟相对论或跟平行宇宙其实是就你怕人家对你的出处有点挑剔，就对了。对，就变成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性的状态在考虑歌词，可是这本身其实做音乐做歌词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感性的过程。对，而且说实在，你还是里面试着把它穿插了有你啊我啊，其实还是有一点想要让它跟通俗歌曲中的主题有一点点靠拢了。对，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大家对平行宇宙或时空旅行的概念，应该会想象说我要回到过去，我要跑到未来去嘛。可是我去查了相对论之后，发现说相对论是定义在光速是最快的速度下面，所以我们人类如果可以。希望之前讲到不会大家睡着，就是我们人类如果可以用靠近光速的速度在移动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到比较远的未来。可是爱因斯坦提出说，如果我们要回到过去的话，我们要找到比光速更快的速度。可是要是有比光速更快的速度的话，相对论就是
会 fail。就是因为相对论是定义在光速是最快的速度的情况下，所以我在歌词里面就一直很挣扎，因为其实平行宇宙的想法会有一种好像要让大家回到过去，没错，所以我就或者是说同时我可以一个人存在在不同的状态里，对，去做不同的剧情发展，对，所以我最后就比较暧昧的写一个，如果真的可以回到过去。还是很怕数学系老师来找你麻烦、欸。对，因为其实在做完这张专辑之后，我有可能脸书我加一些教授朋友，然后他们就会来关注我的消息，甚至说，欸，你有没有兴趣回来系上分享一些，就是你在音乐跟数学上面的连接？ Uh-huh, uh-huh. 可是这部分我就觉得目前还有点压力，对不对？就是其实是蛮乐意去跟他们分享做音乐的心得，可是我觉得在数学上面其实。数学真的很广很深、嗯、所以做这张专辑也是想要，因为大家可能不是那么喜欢数学，可是我们相信每个人应该都会喜欢音乐，所以想要就是用可能用歌曲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让大家认识说一个学数学或一个很理性的人在音乐上面、嗯、他有什么话想说这样。好，那我们可以听一小段平行宇宙吗？好啊。专辑里面还有运用到数学概念的有哪首歌？其实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证明无解》。对对，然后这首歌其实也多亏找来葛大为老师帮忙填词。嗯哼。然后当初就是想说可以有一首更紧密结合就是数学身份的一首歌，那没想到那为什么不你自己写？因为这里面有好多、哦。平方开根号啊，对，我记得直数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葛大为老师还特地就是跟跑来问说，就是林正，你看看这个歌词的部分有没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但他补了一句淡书，就是他说，但其实他也是理工科的，所以他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他其实蛮有自信的。那我觉得其实蛮妙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就是接触到就是像这么有数学逻辑歌词的歌，然后我觉得它其实有蛮多就是歌词的部分都用得蛮贴切的，嗯哼，就是会，你觉得最贴切的是哪一句？就是像平方开根号折返一次来过，太过，对，其实这什么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突然变成好像数学小教室的感觉，就是因为平方开根号，我们知道平方跟开根号是互斥的两件事情、嗯，但是平方是就是它其实会把东西变成某个正数，正整数，不一定是正整数，但它是因为平方之后，就三的平方不就九吗？对，它是一个面积的想法、嗯，然后开根号是一个就是
就把它变回。对，我们会讲说找根号，但其实九的根号有可能是它的平方根，有的是三，也有可能是负三嘛。哦，对，还有正负的差别。所以平方开根号这个折返一次，爱过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你如果很直观的去想，它是一个好像很来回两件事，来回的一件事情，但它其实是有中间的差别。而且应该说是回去之后可能会变成负的，對對對對，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对了。对对对对，这很有，你讲的我觉得很有趣哎。对，虽然。但是有点深奥，对，大家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了。如果对歌词没有就特别去研究它的意思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有各种滋味。可是其实这里面，如果让一个数学系每一句每一句去定义它的意思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好像，你看像小数点以后太卑微的感受，可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对，对不对？就我连一都够不上，对，因为。一除了它是一个数字之外，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像在几率上面，它就是百分之百。了解。对。那无限大错有无限大的错吗？你觉得在生活里？这个就有一种，真的有无限大的理性变到无限大的错这种事吗？感性的放大，因为无限大的错，这好像变成一个形容词的感觉。可是，在数学上面，无限大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它是。它不属于实数，然后如果大家对实数这个词有想要更深入研究，我觉得大家直接去维基百科，因为实数其实是我们生活上真正会接触到的数字，但是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些，对，因为我们在说无限大不可能存在，虽然好像无限大是一个我们随口可以讲出来的，可是无限大到底多大？如果我们今天说无限大是100万，那100万零一是就又比它大，它就不是最大的数字，因为我们可能会假想它是最大的，所以最大却又不存在，其实是一个很吊诡、很不踏实的一个说法。所以其实有些部分，其实，在数学上面，你又可以说它其实是蛮感性的，就是你如果要形容一个很确切的数字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太妙了！那林正，那你平常在生活上不管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真的会用这么多的剂量去分析或揣测，包括你对几率会很敏感吗？还是还好？觉得并如果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还好，就轻松一点。可是对，如果像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跟例如说像我们在专辑制作的时候，制作一首歌，那里面编曲要走什么方向，或者是旋律线我要往上走往下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我自己的心中的想法，这个可能占大家的想法这个比重是多少，然后如果我要去说服人家，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道理去。所以你还是会揣摩一点点，譬如说你觉得比较姑且叫做多数人或是主流的，就是我觉得，或是比较通俗悦耳的，我觉得应该说，如果你当数学系的身份刻画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太多，就是你会每一件事情都会想要去理出它最背后的脉络。可是，其实，在做音乐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感性。有时候一个句子，你只要哼出来，你觉得它就是它，对，就是它，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解释。了解。那你觉得专辑里有没有哪一首歌，你自己觉得最有点像是信手拈来的？其实要讲的话，我觉得最直观的，最直观，其实专辑有一首叫《周董》，我甚至当初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很直接跑出来，可是却又我一开始还觉得他不会被收进来。因为过去我很崇拜周杰伦，了解，对，然后我第一张买的专辑也是周杰伦的专辑，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在自己做 demo 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哎呦。不错，这样子，然后把它唱进去 demo 里面。那当初也没有想到会收进来。然后你说一气呵成嘛，因为可能就是他的音乐那些元素可能都已经潜移默化在我的记忆里，所以我有时候做 demo 就会想要加一点这样的东西。结果没想到最后就是建伟老师，我这张专辑的统筹，他就是说，其实，在个人专辑是有一首歌可以这样子，可能像自己
影响自己很深的人致敬，这样。了解。但今天林健说没有要唱这首歌。对。好，那我们带来哪一首结尾？对，其实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我觉得算是跟自己连结最深的，是叫《Tomorrow》。对，写给自己妈妈的。嗯。为什么？为什么想要写？其实自己心里现在还是会有一点复杂的情绪啊，因为这首歌写给妈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跟妈妈感情很好，想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但其实原因是因为小时候妈妈因为生病离开了，嗯哼，然后10岁，对，那自己心中或多或少有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感受一直摆在那边。那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跟建伟老师提到说，嗯，我想要有一首歌送给妈妈。那他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可能我跟妈妈感情很好，对。但一直到配唱前，我才把歌词写出来。然后他一看到歌词就打给我说，哎，那个林振，你妈妈是不是已经不在了？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是一张专辑作品，是一个想要跟人家分享的音乐，可是偏偏这又是一个很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受，是，所以在分享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内心是挣扎很多的。对，你又挣扎了。对，但是我觉得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给自己找到一个出口，就是会想写这首歌，不是想要抱怨妈妈的提早离开，嗯哼，而是想要假设如果她还在我身旁的话，她会对我说什么话？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有一点我自己写给自己听，就是要自己加油的感觉。了解。好，我们来听一段 Tomorrow。不在，但是这次林振的首张专辑里面还有亲人一起帮你助阵，对不对？对，我手上这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来自哥哥，我的哥哥，亲哥哥林立。他是专业做美术设计的，对，他本身就是做设计。OK， 你满意吗？其实我觉得蛮理性的耶，很谢谢他，就是为我付出很多，因为严格讲起来，这个上面挂的名字是叫林振的数学家，可是我很感谢他，就是把这个当成是他自己的作品一样，是来完成他，也为了就是数学家这个理念，所以他不管在形状啊，或者是平面上面，都很贯彻这个想法。对，还有一个非常对，有一点
有点难找寻的那一页，因为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嘛，所以就连歌词本都是一个像骰子的展开图一样。了解，人生充满了各种的未知啊。是啊，可是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就说母亲还是留下你，这个生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珍贵的存在嘛。对，对不对？好，恭喜我们的从建中到政大现在毕业了的林正，是走上了职业音乐之路。是这样子吗？其实就是，还是你会回头做，也精算师。没有，我觉得，因为在做音乐这条，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自己是觉得收获很多。然后有一部分的收获，其实是来自于像过去从风筝四个朋友开始，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支持我们，不见得单单只是因为欣赏我们的音乐，有的时候他们是看到，因为我们正值就是学生阶段，然后做着可能他们羡慕的事情，他们想做的事情。你是一个代表啦，你们。对，我们有时候得到的回馈跟想法，就是说我们在做着他们不见得自己可以亲身经历的事情，所以会更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只是单单只是我自己想做的梦想，想要带着这个让这个变成大家的梦想，然后一起往前走这样。好，所以有点承担的意味就对了。对，但其实是开心的。是，对。谢谢林正，谢谢乐龙哥，谢谢。